下了蛋。是你像这张白纸，那你喜欢这张白纸是喜欢国画呢，还是素描呢，还是油画呢，还是写生呢？我什么都不喜欢，你还是画别人去吧。别说这老段很有艺术感觉呀。嗯，你是艺术男青年的，这是你一说白纸还都想画这么多种画法啊。刚才我留意到短片里面这个姑娘说21年前谈过恋爱，反正现在这20多年是没谈过恋爱，为啥呢？我上学的时候就光想着学习了，然后要拿奖学金，我几乎每年都有拿奖学金，上了2年一共是4学期，1学期是6000，每个学期都拿到了。所有的精力全在学习上。那你这么可爱的话，一定有很多男同学他们会追你呀。有，只要是我不喜欢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人家就是那么继续再联系下去，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我跟你之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。怪不得啊。来，二号王强。